桃崩腰。拉腰向上推，开式将身体立正，两手握推，拳肘贴于左右两肋之下，两腿岔开与肩宽上左部，左脚落在右脚的右侧，脚后向外撇，五指抓地，右手推向左的斜上方推出，然后推子拉回，拳肘贴于肋下，拧子，活不拧子，两手握把站立，两腿岔开，过步稍大，平着往前，下腰随之将拧子上下立起，两臂随身体上下握拧子把伸直，然后抬头左右持拧子山腰。双石头练法一，阴阳把将双石头抓起，两腿岔开与肩宽，然后上右步，以左脚当轴向左后方转体，双手举石过顶，上右步转体时右手塞左手领，再上右步右手塞左手提，举石不过顶，上下立起双石，下端不着地。双石头练法二，原地不动，脚下挂崴桩，左右撞，左右的大崴桩双石头不过顶，往右撞左手塞力，右手往上提，往左撞时右手塞力，左手往上提，双石上下立起，下端不着地，并做到前腿弓后腿绷，长腰伸正。双石头练法三，上左步，以右脚当轴向右后方转体，双手举石过顶，上左步转体时左手塞右手领，再上左步以右脚当轴向右后转体，左手塞右手提斗练创双石头，创石锁，小石锁练法，石锁的大小自定，可为40斤、60斤、70斤。开始先将石锁放在面前，然后面向石锁，两腿岔开稍比肩宽，哈腰，左手将石锁握起，再由裆内向前撞起，立直，不撒手举到齐眉，左手再接过石锁落至裆内，再撞起至齐眉，石锁下落时顺其自然，两腿要直，往起创时两腿稍弯曲，以仗腰力和臂力。大石锁练法，大石锁练法比较简单，主要是练习臂力。
王砖。砖横断面着地放在自身前，骑马蹲裆式严格要求站好，两手的五指将砖掐住，然后用巧劲儿把砖翻起，砖与眉齐，然后用双手慢慢把砖推向左方，右手塞劲儿，直到胸前把砖撅平，砖涮到胸前，这时要凹腹空胸，不停地向右方推，左手塞劲儿，和头顶一平，循环不断。活步霸王砖，翻杯。翻杯是在霸王砖的基础上套出来的，但它比霸王砖难练，功力达不到者难成。就是说，霸王砖的基础功扎实了，翻杯才有希望。其练法与霸王砖略同，所不同的是小面着地，也就是把砖立起来，练时掐住砖的上端。大棒子一，摇棒子。大棒子二，盖棒子。大棒子三，拧棒子。大棒子四，活步棒子。大棒子五，四步棒子。
小棒子。睡觉啊，是人民所喜爱的东西，因为这个摔跤运动，中国式摔跤，它一人练一人强，一家练一家强，一国练一国强，它是一种强种强国，哎，健身的这一项体育运动。